党的蔡明阳金山政协会的开幕典礼，我是党员副标主持。特别颁发书面祝贺词。行政院卫生署署长杨春辉也在典礼中致辞，特别说明亚太新生医学会是促进人类健康的一项学术会议，同时也代表了各国家地区进一步的团结和合作。